受关闭疫情的影响，本地四月份非有地私宅的转售价和交易量都双双下跌，其中交易量环比大幅的下跌近60%。 新加坡联合交易网数据显示，上个月只有309个私宅单位转手，与三月相比猛跌了57.3%，年比跌幅则达到62.2%。转售价格方面，上个月的非有地私宅转售价呢，同三月份相比微跌了0.2%，和去年同期相比，转售价跌幅为0.7%。